爱玩小心连命都给玩掉了。台中一名19岁的男子跟朋友在溪边戏水，他一时贪玩，耍起英雄，要从3公尺高的瀑布跳进水里，没想到一跳不回，被暗流卷入水底。潜水人员一下到瀑布底下，就发现了溺水者的位置，正准备进行救援时，瀑布上方的队员就被强大的水流冲进池塘里，情况一度危急。所幸队员利用水流自救，迅速地浮出水面。搜救人员随后也将溺水的19岁复姓男子拉上岸，进行人工呼吸并送医急救，不过最后仍然回天乏术。9号下午，在新社乡梦幻湖附近的石水科溪，复姓男子和朋友到这里戏水，他疑似从3公尺高的瀑布跳进水里，被暗流卷入，不幸溺水。父亲赶到现场，悲痛不已。现场也是很难过，如果他知道他小孩在那边戏水的话，他应该也会阻止他。消防队也再次呼吁民众，千万不要贪图清凉前往危险的水域戏水，以免发生不幸。